嫁给我吧，嫁给我吧。嫁给我吧。你俩先起来，我比较省事儿哈。老公，当初你为什么追我呀？因为你漂亮啊，你是你们空姐里边最漂亮的。那我是你的小宝贝吗？是啊，当然是了。可是我看游戏才是你的小宝贝吧？不，游戏是大宝贝。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